到麦当日了，是吧？他俩就是巧个路。哦，这是个痛了呀？啊，痛了，变了。这是吹的啥呀？长颈鹿啊？小鹿。耶嘿。嘿嘿，怪香的。中中中，好看。哈哈哈！哈，了，今天了。啊，年龄是了肥了。这是麦芽糖吗？麦芽糖去了，你也懂了。麦芽糖吹的，这都啥？这是小葫芦。哎，对了，老鼠喝的豆，快活狼挖土机。那买的是吃的还是人家是玩的呀？这个吗？嗯。这他有的就吃了，有的吃哈。现在这卖多少钱一个？5块钱。5块钱啊？这都是奇数是不是？啊，对对，能需要啥都吹一个。嗯，这是麦芽糖，这历史一两千年了，这都。哦。这你这是手艺是你跟谁学的啊？跟小山老爷学的，老爷说。哦，那你现在是不是做这个都没有了？我看。少了，咱河南还有3000多口对吧？3000多人。哦，河南才有3000多个人干这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对了，咱一老，哎，对了。那你做这个现在，我感觉也卖不多吧？啊、嗯。那你以后买家他是扎堆儿，以后有人要了，他确实也卖的分嘛。你现在干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情怀？嗯、不想丢这个老手艺，不是？嗯，对。你管你会捏多少种品种啊？那会捏的多了。就这小鹿。嗯。我可好奇他咋吹出来的，必须得都是空心儿。北方人在学门环，我拿会吹板卖。那这一天能卖多少钱呢？300-200的。那也可以哈。嗯，那跟打工差不多。但这轻松。嗯。也能把这个老手艺算是传承下去哈。对对对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东西养老啊，年纪大了能管干。是。你打工干到50岁到60岁都不要了呀。你吹这个吹多少年了？我吹已几十年了。我原先打工那时候20多块钱嘛，那时候我都吹这了。我吹这都一天能挣30块钱，一月能挣就是1000多块钱。哦，那你说你？啊，比打工强那时候。啊，你说你就是过去也干这一个小摊儿，也都养家糊口了。对对对对，全往这来，供俺学生上学就就往这。哦。也挣了1000多块钱的时候，那时候钱顶用。哦。确实钱顶用，那时候打工挣不1000块钱嘞。你说呢？这种东西是过去，在过去比现在好。那时候卖不着价钱，那时候只卖3毛钱一个，5毛钱俩。这会儿要是搁到旅游景点，就是20块钱一个。你要排除形状的吧，吹个龙嘛，吹个虎吧，啥东西，这都贵。那是。那现在是不是吃这了少了？有人都说不卫生啥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它熬了一定没点肥肥了，它掉回锅了，拿来都是干净的，它不会沾染。哦。嗯。它这里边你看，那气里面那都掉回锅了，都不会在这。等于是它不会沾灰了哈，这个啥都不会沾。这个东西它愿意要，它好奇；愿意要，它就是贵贱，它不给你搞价钱。它这其实就是个手艺，就是个情怀。哎就是、你要说吃，它值多少钱？你不能说它值多少钱。不能说它吃不值钱呢。对。这东西你不能看它有多少东西是吧？这就是个手艺，那就是传承上去，别叫它失传了，就是。叫几个徒弟嘞？哦，
再给内蒙交个女徒弟。好学不好学的？好学，这个反正你要是考了分，就是俩月、3月的那种，学会了。就这一个小时，也得学2-3月。嗯，对，那考了分学会的，还得陪着练。再问这个汤是热的，那个手它凉了，搁汤喝。汤可热，你来那个里边，这可热。哦，对，它不热，它都顶不，它没法吹呀、啊。但是好吃，你尝尝。那它烫，它咋不甜？我不尝，你尝尝这个，你这个水果汤你就代替不了那味儿。嗯，就是。嗯，水果汤再好吃，咱们这吃多了那，那它掉进凉了。嗯，就是，可少。啊、嗯。就这个干多少年。这一个小木车，一个自行车要挣钱了。对。那你不想给开封了再走？对呢，我跑了远了都，像山东那边、江苏那边，我基本上跑遍，全几遍。哦，那你买这个挺好的，跟旅游上了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想去哪儿去哪儿。就是一晚上这儿都不挣了吧？上午它不出来了，因为关门。因为原先它都上午都出来，回家吃饭，吃完来，吃完农村饭，它都进去都买。上人，人间工艺嘛。民间工艺吹大人，不就你自己卖啊？开封市咱旅游景点有两个，旅游景点有俩，有两个，万里山有一个女的。我在成都，我都在成都干。哦，你这不是孩子他们家的？哦，你是开封人不是？开封人不是？我不是，我浙政。浙政啊，专门来开封买的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就是来到这悠悠看山上就是。哦，那你都是去哪一个地方上边租一个房子住到那儿、啊？对，那搁成都那边，我租个房子一月就是900块钱，900块钱就是年后那个月吧，就是挣个钱。哦，主要就是庙会哈。啊，有景点那就是咱们卖人家点着的。就是，上年都是十的夫妻俩，这会儿一次性筷子又卖了。一斤筷子卷脱了、嗯，这底下是个小炭火。哎，对了，这是个小煤火，小锯木炉子，还经济实惠。哦，嗯，这主要就是个手艺。哎，对了，主要是卖手艺。这个汤熬的你得一定程度。这个麦芽汤原先就是六零后的那个小煤火上都买着吃着。哎，对，家、俺小时候还有那经家小饼儿，对，糖稀，但是现在没了，这是少了。小时候吃上日，对，二十多年的。爷，你的这快卖完了啊？这边卖不少了，爷哈。管吹不管那块？啊，还送一个这啊？买了吧，这是。送给那个去。哦，送个小鸡儿。我昨天买俩，我送。